Keep fit 几时都是女士的终身事业。2005年港姐亚军，现年38岁的陆思韵为例，明明已经又靓又苗条，一对筷子脚更加羡慕死人，但她一样要忍口挨饿。事关早前见她一直流连面包铺眼金金，不过为身材着想，最后都是嘟住嘴，好不舍得地走开。她这样忍口法，见到都觉得辛苦啊。咁滴滴一仔辣间期间，见到有个贝多芬喺面包铺眼金金，望耐少少，发现原来系陆思韵。佢一直眼都唔眨咁望实啲面包，准备离开，又突然停步嘟嘴望翻转头，想必真系好挣扎，好想食面包。以为陆思韵下定决心唔再留恋，拎住部电话边倾边喺商场四围逛，点知有一间面包铺喺眼前。本住唔食望下都好嘅打算，陆思韵喺面包铺兜咗个圈，理性战胜欲望，继续忍口。点知话都冇咁快，有一间橱窗摆满糕点嘅 coffee shop， 又系睇得唔食得，陆思韵只能继续扁嘴离开。大家都有眼睇，陆思韵上镜都咁 fit， 真人望落只会更加瘦，所以以佢条件食少少绝对冇问题。不过佢连续三次都系睇咗当食咗，意志坚定到呢个地步，睇佢咁襟睇嘅，而且越嚟越有女人味添。